好，我们看这一题。这一题他说如这个图了哈，这是一个正四面体啊，每个面哈都是一个正三角形。哦，就 ABD 是正三角形，ABC 也是这样正三角形，ACD 也是正三角形。好，那现在他说哈，那邻长哈，每边长都是一呀，哦，这个邻长都是一，且 EF 哈。EF 呢是 BC 这个邻长的中点，哦，E 是 BC 这个邻长的中点，F 呢是 CD 这个邻长的中点。那么他现在问说哈，这个三角形啊哈，AEF 这个面积哈等于多少？好，首先我们看看哈，这个 AE 长度等于多少？这个我们看看哈，这个。ABE 啊，ABE 是一个直角三角形，哦，为什么嘞？因为这是终点嘛，哦，这本来什么嘞？本来那个，ABC 哈，哦，是一个本来是一个正三角形，ABC 本来是一个正三角形嘛，那一的话是 BC 的终点啊。那 B 是终点的话，你正三角形的话，取终点的话下来，刚好是中垂线，所以这是直角。那这个边长是一嘛，这个是60度啊。哦啊，所以这个是多少呢？这是，一比二比根号三啊，所以这是二比根号三，就是这个比这个哈，哦，是根号三比二，那是一嘛，所以这里是吧，这里是二分之根号三。哦，或者是说你这里是二分之一，那你就一的这个是 AE 哈，你也可以这样算，哦，斜边的平方一的平方减掉呢二分之一的平方，那这样也可以算出来，算出来就是二分之根号三，啊，或者是你用比的，哦，这个比这个是根号三比二嘛，那这一，所以这里是。根号三比二是二分之根号三。好，那这个 AE 就画出来了。好，那 EF 呢？EF 的话哈，我们看看哈，这个三角形，这是一个正三角形嘛，CBD 这是正三角形嘛，啊，它取中点啊，这取中点，一画，所以这是中线。哦，这两个三角形相似嘛。这个比这个就等于这个比这个，这是一比二嘛，因为这中点，所以这是一比二，这个长度是一，所以这是二分之一啊，也就 EF 哈，EF 呢是等于二分之一，好，那这样我就晓得了，AE 的话呢是等于多少呢？等于二分之根号三嘛，哦，啊，这个这边也是一样的。这因为它左右对称嘛，这一边也是二分之根号三。好，这 A、E，然后这是 F，那 EF 是多少？EF 是二分之一嘛。好，那这样呢，我就可以哈，把这个面积求出来。我现在先求高，这等腰三角形嘛。我做垂线的话呢，刚好什么呢？刚好是垂直平分线。这是二分之一，所以这个是四分之一啊。啊，这假设是高 h，那 h 等于多少啊？根号多少呢？根号二分之根号三的平方嘛。啊，减了吧，减掉四分之一的平方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就等于多少呢？根号这是四分之三嘛。减掉16分之一啊，所以就等于多少呢？根号多少？16分之，这乘以四啊，4×3是12，12减1是11啊，所以是四分之根号11，这是高。好，那高求出来以后呢，面积我就晓得了，面积哈就是底嘛，底是二分之一啊，底乘高。高是四分之根号11，底乘高除以二，再乘以二分之一，所以
分母是四至十六，十六分之根号十一，所以答案是十六分之根号十一。